这位俄罗斯的画家，1987年12月26号出生在列宁格勒。2010年从圣彼得堡大学毕业，拥有艺术品的修复、保护和储存学位。2017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绘画、雕塑和建筑学术学院的绘画系。这幅画画面温馨，构图美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父母对于子女细心呵护与温柔的爱。火烈鸟是红冠的别名，象征美丽、自我、独立。火烈鸟一生只有一个伴侣，寓意深刻又美好的爱情。他们会轮流觅食、孵化跟喂食幼鸟，充满着爱与优雅。